避避雨，打扰了。我也是避雨的，这条路就不该夜里走。哟，怎么路上有土匪啊？生人不进黄庙村，死人莫入黄泉路，这是一条阴曹路。阴曹路啊！难道说？也不是我的，都不是我的。小姑娘，有没有看见我的牌位？秋水，保护好自己啊！就死人了！哎呦，死人有啥可怕的？亏你还是学道的，活人作祟才可怕。
这什么地方呀？这一望无际，一个村头都没有啊！师兄，你看什么呀？停啊！大家休息一下，吃点水果。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给你弄吃的。叔啊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，叔啊？你是谁家的？我怎么没见过你？啊？这长明灯都灭了。肯定有问题啊！长明灯灭了咋个了？不就是风吹的吗？不对，这里面一定有冤情。你是说我娘是被人害死的？哦，哎，这样，你把这些吃的给我，我呢详细的给你讲讲。原来是个臭要饭的。哎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怎么就成要饭的了呢？王管家，把这些食物包起来给他。王华，不用理他。没事，反正也没人吃，就当替夫人行善了。麒麟，喂。谢谢啊，走。哎呀，师傅，你相信我，昨天晚上我梦到的那个人啊，他肯定就是死者。所以呢，他给你托的梦？我敢肯定，他绝不是正常死亡。那你该去报案。啊，这托梦这事儿吧，人家警察也不能信呐。哎呀，师傅，你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那小姐也是以食物相赠，咱帮帮人家也是应该的嘛，是不是嘛？道长，我们家老爷有请。好，哎，请，哎，请请请。哦，二太太死后啊，我们家老爷就伤心过度，一病不起，把这硕大的家业呀，都交给了夫人，家里家外全靠夫人一个人撑着。你说，这好端端的，人说没就没了。老爷，人到了。韩香发现夫人的时候，其实他已经断了气了，不过我还是找了县医院的大夫。过来抢救，没听说有什么异常啊。哼，只有将尸体解剖，才会发现真正的死因。好，我这位徒弟祖上是仵作，传到他这一代又兼学了西洋的尸检，在这方面很在行。解剖？那他的意思是不是说将尸体剖开？你说的这是剖子，还有个解，就是将人一块一块的给解。解决嘛。不成不成，不能这样糟蹋他。不是糟蹋他，而是为他伸冤呢。解剖嘛。死者为大，入土为安呢。我不能光凭你们这么一句话就把我太太的尸首给解决了吗？哎
哎呀，不是解决，是解剖。哎，解剖。不要再说了。这民间常说，人死后胸口还留着一口气在。这口气若化为怨气，那就可不是入土为安那么简单的了。你的意思是不是？一旦发生尸变，他不会尸体，就会像野兽那样乱抓乱咬。知道哪口钱用万为之。复活的尸体，他首先就会找的是你们这些生前最亲的人。也就是说，你们黄家现在很危险。马先生，这回听明白了吧？听明白了。你们就是一群骗子。你这就是对我们的侮辱。是卢罗里。你可以侮辱他，但是你不能侮辱我和我师父呀。来，你们能不能把嘴闭上？王老爷，听说按照当地习俗，要向新坟连送三叶火把。哼，那叫送亮。不管你信不信，送亮的时候，顺便把这道符带到夫人坟上烧了。爹，你可千万别信他们的，那就是一伙臭要饭的。不错。真要出了事，这破符都不如河里的蹄子管用。哎，怎么给烧了？你呀，就是心慈面软，什么人的话都信。反正要去送亮，就带到坟上再烧嘛。翠姑都说了没用，还带去干嘛呀？你放心，有翠姑在，就算真出了什么事儿，她也能摆平。这么说你什么都会？那是啊。不成，这到了，不被盗了啊！夫人被僵尸了！夫人被僵尸了！夫人被僵尸了！快！怎么办啊，哥？救命啊！过来，别跑了！走，找翠姑去。
讲。与以往不同，这次来呢都是酒。今天要是不把他实打出来，算他窝囊干净。你等着，你等我点着的。等着啊！哎，我去你的！你没事吧？是不是你娘？着了！
刺闪。哎呀，都怪老夫有眼无珠，错怪了道长。哎，请道长大人大量，不要计较。哎，老爷言重了。关于我夫人的死，还要有劳于道长查清楚。届时必有重谢。哎，小安呐，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，全力的配合道长。不是爹。你还真相信我娘是给人害死的？道长是高人，他的话不由得我不信。大夫已经看过了，也没发现什么呀。又不让你出力，你推三阻四的做什么？爹，您别生气，哥他没有别的意思。爹，我呀，就是怕你被别人给骗了。怕是耽误你逛戏园子吧？好了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皇少爷，跟我走。哎呀啊！公子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秋水要给夫人验尸啊。有祸相干呐、是你爹让你配合我的。那你找我爹爹去吧。你，我找你爹去啊！我哥他那人啊，就这样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对了，你们需要什么的话，告诉我，我来配合你们。啊！这尸体呢？这该不会又诈尸了吧？哎呀，不会不会，这人都烧焦了。哼，是幽刃不想让咱们验尸。嗯，不错。那就更说明这尸体它有问题呀。做得这么干净利落，肯定是这个寨子里的人干的。小姐。小姐，姚师傅不见了。不见了？对，昨天晚上就不见了。我让下人去他家里找，可邻居说他压根就没回来。这姚师傅是谁？哦，他叫姚大通，会跳傩戏。谁家有个红牌喜事儿，都会请他。畏罪潜逃，凶手就是他了。婉华小姐，这第一个发现夫人出事的人是谁？九叔，这就是韩香，夫人的贴身丫鬟。有什么想问的问题，您就问她吧。嗯。你和夫人同住？夫人住里间，我住外面。那夫人出事那晚，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动静？当时夫人叫了一声。把我惊醒了，然后我就进去看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跑出去喊人，等大家赶来的时候，夫人已经没气了。你是说夫人的被窝里有两只蜘蛛，怕行李事后还叠在一起？嗯，我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呢。是蛇蛛。你知道？啊。赦免诸神，大力为次，小力为凶，他们叠在一起，并不是大蜘蛛拖着小蜘蛛跑，而是在交配。蛇
族最大的特点就是繁殖能力超级强，所以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交配。哇，那岂不是全世界全是这玩意儿？哎呀，也不是咧，涉族的幼崽通常活不久，所以生再多也没有用，这大概就是他们疯狂的交配的原因吧。哎，别再说那个了。蛇族有毒吗？有啊，蛇族的毒能让人全身溃烂，死得非常恐怖。哎，等等，那黄夫人也不是这么个死法啊。是啊，直到夫人入关，她的尸体都是完好的呀。嗯，当然了，夫人啊，她不是中毒死的，如果真的是两只蛇族杀了她，一定是钻进了他的颅内，吃了他的脑子。那人都死了，还不是你想咋说就咋说？这不是你，啊！你这丫头，师傅。哎，我知道，我听我娘说过，如果一个人被下了蛊，蛊虫会爬进他的肚子里，把他的内脏给吃掉。小姐，九叔，小姐，老爷说不能让夫人的坟就那么敞着，怎么的也得立个衣冠冢，就是找不到大少爷他人，您看。没关系，我去。那好，这是夫人的衣物，您拿着。哎，黄管家，黄管家，我拿着，我陪你去。嗯，师傅。下蛊啊！我们也仅仅是猜测，这苗疆啊，倒不乏养蛊之人，可是这无冤无仇的，谁会对我夫人下蛊啊？夫人接管生意六年了，俗话说商场如战场，这做生意哪有不与人结怨的？那倒也是。指我师兄腿短，凶手肯定是药大同。他不可能，那小子功夫是不错，但是说要杀人啊，借他个胆子都不敢。哼，是啊，这养蛊可不简单呐。愿闻其详。小姐，这藏蛊之家必定要房屋整洁，等把夫人的事情办完之后，找个棺材把她葬了。是。一点灰尘都不能有，一点蛛网都不准有。大家都知道这个姚大通是个有名的懒汉，家里从来不打扫，就这一点他就不服啊。二太太死后啊，我们家老爷就伤心过度，把这硕大的家业呀，都交给了夫人，家里家外全靠夫人一个人撑着。你说这好端端的，说没就没了。本来我打算下午还去看看，现在看来是不必了。哎，你看这菜都凉了，吃饭吧。好啊。行，哎，切！
我好像从来没见过你娘。她六年前就走了。啊啊，这对不起啊，我这。我爹很爱我娘，所以他走了没多久，我爹也病了。那生意怎么办？黄家是石门首富，应该有很多生意吧？这些年都是夫人在打理。我就说嘛，黄孝安那个二世祖，他肯定干不了什么正经事，是吧？相信。啊！啊！山哥，记住了你。我是不是会有了？快快快！来喝茶吧。好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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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教授，这边请。啊。哦，差点忘了，老爷让您搬到厢房去，把正房留给九叔住。啊，不用，我住厢房就行。这是老爷的意思。不行。俗话说得好，这巾帼不让须眉。可老爷说了，如果您不愿意让的话，那就另寻他处吧。是可杀不可辱，不要以为女人就没得骨气，要我搬到厢房是吧？行。咋个少了一件红肚兜呢？一定是掉在正房了，被车道士捡过去，改成汉裤，岂不是很侮辱人？一颗米走，走，争到底，走，不是他，正是怎么了？这是啊？哦，他疯了，所以你们就要把他送走是吗？老爷吩咐的。行了，你们先放开他。不是他，这是你。好了，树墩。不是他，别闹了，是你。我就和我爹说。奇怪，全是不是话少。好像是被啥东西用上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师傅，这明明是侯兄的指甲抓的，怎么就变成咬的了？管家，府上有糯米吗？有，您需要多少？二两就够。就说您要的糯米，啊，受伤过。啊，您说这个，很多年以前了，不小心割了一刀。哦，师傅，师兄不会贬僵尸吧？你才贬僵尸呢你！出班了。哎呀！这可让我怎么去见人呢？长庚，哎呀！好，赶紧给他包上。管家，说一下黄家的情况吧。啊，我明白您的意思。这黄夫人呢，平时治家严明，很多下人都受过他的责罚，
但最多也就关进柴房饿个两三天，也不至于恨到杀人的地步吧。就没有一个有深仇大恨的？啊，要说有吧，可能就是大少爷了。大少爷？就那个姨姨呀、啊、那个。这事儿啊，说来就话长了。这大少爷啊，平时喜欢听戏，他有一个相好的是个戏子，名叫做白水仙。这白水仙戏唱得好，模样也标致，还会勾搭人。少爷要把他娶回家，可他终究是个戏子，夫人怎么会同意呢？啊，这也不知道那白水仙给少爷吹了什么枕边风。就在上个月，少爷偷了家里一笔钱，带白水仙私奔了。夫人知道后很生气，派人将他抓了回来，把白水仙打了一通，赶出了师门，并当场宣布取消少爷的继承权，还要把家业转交给婉华小姐。从那以后，少爷就变得更加的放荡了，经常的夜不归宿。不过就在夫人亡故的头一天，他突然回来了，还跟夫人吵了一架。你还敢摔东西，不孝子，你给我滚，你给我滚！我不用你敢，现在以后我都不想再看到你。我估摸着呀，不是为了继承权，就是为了白水仙。沈悠人不像让咱们验尸，大夫也看过了，也没发现什么呀。又不让你出力，你推三阻四的做什么？是射竹，一点灰尘都不能有，一点蛛网也不准有。怪不得这小子从一开始就横来竖挡的，还不允许我们调查。哎，你们不会真的怀疑是大少爷吧？嗨，那好，当然不是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您还有什么吩咐？您再叫我。好。师傅，这也算正常的吧？啊！哎呀，我知道了，这不是十渡，全是不是画上的，都像是被啥东西咬上的，这就是射竹力渡。射竹力渡能让人劝神溃懒，死力非常恐怖。完了完了，师傅，秋水哟。备阵中。百邪所病者，真有十三穴。师父，凡真之体，先从鬼宫起，自真鬼心，便治鬼累，又治鬼心。鬼门十三针只能起到暂缓的作用，并不能治病驱毒。这下不是死得很惨吗？当务之急是要找到那下毒之人，也就是杀害黄夫人的凶手。哦，会是那个伊牙牙吗？这要去他房间搜过才知道。惨了惨了，这以后
怎么去见大小姐呀？等等，这不就好了？还显得可爱一点儿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这种玩笑？九叔，我们在做游戏呢，是吧，师傅？啊，对对对，游戏。那给你们放这儿了。水仙，我好想你啊，水仙，来，让我亲亲你。哎呀，水仙，你等一会儿，你听他，什么东西这么臭？翠姑，你还有心思看护花姐？那个长根就变僵尸了，僵尸？他那脸被猴拳抓过，中了尸毒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哎呀，我们拿这个当借口，挨他们赶出来就是了。老爷怎么会养个僵尸在家里嘛？爹，这下你可不能再留他们了。可他毕竟是因为我才受伤的，现在就把人赶走，那不是恩将仇报吗？我娘变成僵尸有多可怕，你又不是没看见。你把这么个东西留在家里，万一他哪天发了狂乱咬人怎么办？就是啊。师父，我们真就这么走了？哎呀，师父肯定有他自己的打算了呀。慢点师尊，别摔着。吃果果，果果香，吃辣姜，辣姜辣，吃枇杷，枇杷恶，吹牛角，牛角尖，吹破天，吹破天。师妹，我感觉我快撑不住了。师兄，你别说丧气话，师父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师妹，我在家里造了点私房钱，就埋在那个大石榴树下。如果我死了，就把它挖出来。师兄，你对我真好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！到时候把他跟我埋在一起，不然我死不踏实啊！师兄，师妹，你别走，我怕。继续。请问哪位是班主？我就是班主。哦，借一步说话。敢出石门？胡说！水仙是被他们活活给打死的。这白水仙有什么亲人吗？亲人？没什么亲人，就是在我们戏班也没有几个朋友。那这么看来，很有可能都是黄小安为了替白水仙报仇。师父，为了臭道士滚蛋，干了干了。师父，等到那个黄小安他不在的时候，咱们悄摸的去他房间搜一下。
晃老爷不是说了吗？杨姑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。刚才好像有个人过去了，哪有人？一定是你看错了。寻到这儿，看到前面有人在唱曲，唱着唱着就倒下了，再一摸就没气了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大少爷，大少爷！哥，咋个回事？什么？小安。怎么了？这是谁干的？谁干的？小心！小心！这是蛇蛛。你把尸体烧了，快！这个宅子里边懂这种稀奇古怪门道的只有你，而且最近你跟孝安走得很近，今天晚上喝完酒孝安就死了，不是你是谁？可我是仙娘，又不是蛊婆，咋个会懂得下蛊呢？你说过你什么都会，不要说你已经忘了。吹牛的，混口饭吃的嘛。老爷，您要的蜡烛准备好了。浇上蜡烛，点上火，这是对你尸骨人的刑罚。往他身上浇。哎哎，你们干嘛呀？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九叔，九叔，你救救我，我给你做牛做马啊，九叔。不，我做你那女神。道长，你这是为何呀？等他解了长庚的毒，我自会把他交给保安队。是啊，爹，您就把翠姑交给九叔吧。不成，他杀了我的妻子，
跟我的儿子。不是，我是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了。交给保安队岂不是便宜他了？亏你们想得出来。可动用私刑本就不该呀。这是皇家，我说了算。黄管家，是不是该给道长结个账？抓住他！哎，你懂的，干，为了活命，信口开活而已。不要指望我给你做牛做马，更不可能做你的女人。那你现在能救我徒弟了吧？那个毒真的不是我放的，到底要咋个你才能相信？我发誓，如果是我下毒害人，就让我全身长骨，不得好死。我认得一位前辈，论毒蛊之术，他认第二，某的人敢认第一，所以人们都叫他蛊王。那他能救长庚吗？可以试试。嗯，走。走。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仙娘，传到我这里，可能是我实在没得天分吧。跟我娘学了20多年，一样都没有学会。过去是我不好，其实我才是骗子。那天你不是也请来了六丁六甲吗？哎呀，哪样六丁六甲？说白了，那都是障眼法。我的香是特殊材料制成的，再加上我摇铃打鼓，就能起到一种催眠的效果。幻术。我救你，除了希望你为长庚解毒，其实也是对黄老爷有所怀疑。怀疑他什么？他对蛊术十分了解，还认识蛇蛛。还真的是。可我想不明白，他为什么杀害自己的妻儿。哎呀，哪个晓得啊？反正这一家子啊，只有大小姐一个人是好人。大小姐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临走前。我让秋水向保安队报案，他暂时不会有事。蛊王这辈子养了多少蛊，怕是连他自己都讲不清楚。这里是他的老巢，说不定哪地就藏着蛊虫，你千万要当心噶。敌不宜久留，快走。好呢，都听你呢。哎，九叔，九叔，这些坛坛罐罐都是用来养蛊虫的，你千万不要碰的。什么蛊，要用这么大的坛子来养？哪样蛊都有可能，也许是狗，也许是猪。你说我是猪？嗯，哼！蛊王前辈，是我啊，我是翠姑。嗯，翠姑，你看，这是当年你送给我阿婆的项链。嗨，不用看了，你一呲牙我就知道了。哼，黄老爷是不是叫黄鸿年？对。就是他哦，那他家有蛊就不奇怪了。黄鸿年本来就是一个蛊师，而且是一个很厉害的蛊师。
这小子养金蝉蛊。金蝉蛊？传说养这种蛊的人荣华富贵取之不尽，其实都是鬼扯的。金蚕蛊与别的蛊不同，还有可能反噬自家。黄鸿年大概觉得自己发了财，不必再供养了，就把蛊术扔到了路边，这叫假金蚕。那不怕被人捡走吗？捡走就捡走吧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这捡去的人可以照着学蛊术啊。你以为做蛊师很好吗？治蛊的代价要么孤苦一生，要么终身贫困，孤贫夭三者必居其一啊。过去的就不提了。孤王前辈，这蛇蛛的解药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屁
你小傻。我跟你玩了。这我养了三十多年，肯定比你遇到的强得多。让他们咬你徒弟，以毒攻毒。对，拿几个。多谢前辈。你们知道捡走黄老爷假金蚕的人是谁吗？是哪个？就是黄红年的小老婆。钱凤菊。哦，太太。二太太死后啊，我们家老爷就伤心过度，把这硕大的家业呀、都交给了夫人。我爹很爱我娘，所以他走了没多久，我爹也病了。奇怪，这不是十度，一点灰尘都不能有，一点蛛网都不准有。小哥哥，你可不可以别打我？最起码不要打人家脸嘛！韩江阳，这才是正品！不，打他！不打！师傅，没事吧？师傅，我没有事，你赶紧去黄家。这就交给你了。啊，原来是你小子在作怪啊！怪得很啊你！兄弟，啊，给根烟抽呗。又蹭烟，啊！俺听说，黄家最近在闹僵尸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僵尸怕什么？我要是看到僵尸，我就一枪把这……僵尸，我们在。夸你呢！谁呀？谁呀？队长，这好像不是人。
伤俺，伤俺妈的！滚啊！长庚，是你吗？他是冲我来的，婉华，快走，快走！不，我不走。快走，婉华，快走！长庚。神奇啊！师傅，起来，把他给我铐起来！哎，与他无关，这一切都是那位黄大小姐的安排。师傅，你搞错了吧？道长，你说是我们婉华安排的，请问你有何证据啊？这是你的吧？不错，这是我们婉华小时候戴过的手镯，可它怎么会在你手里啊？这是他催眠的道具。催眠，还是翠姑提醒了我。在去古王窟的路上，翠姑告诉我，所谓的请神不过是一种幻术。我立刻就想起长庚，这明明是侯玄的指甲抓的，怎么就变成咬的了？一定是你们吸了太多瘴气产生幻觉了。侯玄诈尸也是你制造的一场幻象。长庚脸上的伤不是被猴拳的指甲划伤的，而是被蛇蛛给咬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的手帕上大概也有翠姑那种迷香之类的东西。之后你悄悄摇铃，对在场之人催眠，接着你放蛇蛛咬长庚，最后你放火烧了猴拳的尸体，毁尸灭迹。这是真的吗？是。婉华，婉华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你不能胡说。我没胡说，一切都是我做的。把他给我抓起来！都别过来！夫人，黄孝安，都是我放蛇蛛杀死的。可黄老爷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你怎么连他也杀呀？生身父亲，哼，他配吗？我的生父叫杨海燕，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被他害死了。他用毒虫害死了我爹。这么说来，当时你娘也怀有身孕？不错，我娘刚刚怀上了我，所以才会忍受屈辱改嫁给他。只是他不知道，在我十三岁那年，我娘将真相告诉了我，还给了我一册古书，让我报仇雪恨。但黄鸿年他深谙此道，单以古书很难置他于死地，所以我娘说服夫人将翠姑请到家里供养。从那之后，我便时常偷看他的祖传秘籍，学习幻术。既然你只想报仇，为什么要杀害那些无辜的人呢？他霸占我娘，我就杀他夫人。他夺我爹财产，我就让他全家都死光。那侯传呢？
实是无辜的，但他在下葬时看到了棺材里爬出来的蛇蛛，我怕传出去会节外生枝，所以只好杀了他。不对啊，那夫人诈尸是咋个回事啊？那不是夫人，而是我收买姚大通，让他易容假扮的。哦，怪不得姚大通失踪了。那天晚上，姚大通已被我制服，却突然全身着火，那火也是你放的了？不错，他身上那些溃烂的肌肤都是用油膏化妆而成。隔空借火，这也是从我秘籍上学呢。还有姚大通的尸体也是我偷的。哼，史幽刃不想让我们验尸，一旦验尸便会发现他是男的，你的阴谋也就败露了。你可真是机关算尽，滴水不漏啊。一开始你就在利用我，是吗？若不是你多管闲事和你的师父横加插手，我的计划早成功了。黄文化，你是白脸，今天就算是杀了他，你也不会有好下场。哦，是吗？小心。人呢？婉华，你把爹带到这地方干什么？你是我的女儿，我是你亲爹呀。爹。死到临头还想骗我。老天爷呀，我造的什么孽呀。哎呀，啊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未洗过的肚兜，装了活人的棺材，新鲜的兽骨，蒙尘的铜镜，再加一盏长明灯，好一个七煞之地。锁魂阵，进客就会困在里面。那师傅这是在跟谁打呀？跟幻象啊。幻象？对，就是阵法加幻术制造出的一个幻境。
我晓不得九叔看到的是哪样，但是反这种下客们，怕他就会离奇而死。我的九叔，师父，哎呀，你不要靖客，你靖客也找不着他，只会陷入自己的幻境。多大个事儿啊！一枪崩了不就完了？幸亏你枪法稀烂，镇主要是死了，这阵就永远破不了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还没辙了。那他都是从你秘籍上学的，你应该有办法呀！啊！哎呀，我就是没有学好嘛。不过我认得，他头上那盏灯是镇眼，灯油很特殊，有致幻作用。灯灭掉，所有的幻象就都会消失。那还不跟没说一样啊！过不了这个阵，怎么灭那盏灯啊？要不我再试试。队长，使不得！这种都得，高，你真高！我枪法一向很准的。九叔，师傅，你给我试啊，九叔。黄老爷还在关内，快叫人！好。僵尸骨啊！僵尸骨？什么僵尸骨？师傅，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他现在还活着，但是因为各种毒素，已经神经错乱，凶残嗜杀，攻击力极强。放开他！啊！哎！现在就像行尸走肉，毫无痛觉。把他给我送医院、啊！不行，他中毒太深，已经没得救了。娃娃，女儿，我不是你女儿，我不是。你就是我女儿，我才是你的。把他给我押回去。是。
黄小姐。哟，黄管家，赏雨呢？您可真有闲情逸致啊！就说，嗯，有件事儿我不是很明白，你是怎么怀疑到黄管家的？黄老爷至此都说黄婉华是他的孩子，这多少引起了我的一点疑惑。我去古王窟还蛇珠，路过杨溪的时候，我特意打听了一下杨海燕其人。没想到还有意外的收获，也许这就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万象由心生，心不动念则幻境无由而生，世间本无鬼，人心即是魔。留步吧，履行好你的职责，照顾好这一方水土。是。嗨，等我一下。海燕这个人从头到尾他就不存在。难道黄红年他不该死吗？他为了得到菊娘设下圈套，让菊娘的父亲欠下了一大笔赌债。要是没有他，我跟菊娘应该是在一起的。菊娘被迫嫁给了黄红年，我也改头换面削到六指，在黄家做了一名杂役，在菊娘的帮助下升为了管家。可是我跟菊娘都只能偷偷摸摸的在一起，我不甘心。所以你们就串通好了做了这个局。菊娘捡到了黄红年遗弃的古书，让我去对付他，但是练蛊需要漫长的时间以及大量的精力和财力，我只是一个下人，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蛊练成几乎没有可能。所以我想到了黄婉华，编造出杨海燕这么一个人，给黄婉华设计了一个虚假的身份。起初菊娘根本就不同意，但是经不住我反复的劝说，最可惜的，没过多久他就撒手人寰了，没有等到跟我双宿双飞的那一天。你以为他的死就与你无关吗？整天想着自己的女儿上演弑父的惨剧，他心里能好受吗？他就是机遇成疾被你给害死的。生不能同欢，死不能同穴，下辈子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抢走你菊娘。侧面的，来侧面的，别
餐了。进来有餐。我是要考虑到整个的画面的点，对对对，所以说这个点，嗯，先位置我这里。你来干啥？然后可能就4、3，回到原点。来，我们整体走一遍。好，好，好。没事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见谅啊你。好听。